在这里要强调几点：先击扎切牙，然后将铜丝击扎钩与夹舌管击扎在一起，给必须曲加力。最后再击扎尖牙及前磨牙。另外，由于上下颌牙弓中线略偏 B 地区，为了调整中线，两侧必须曲所加的力可以不一致。将 tap down 它浸泡的热水中，模拟患者牙齿的实际移动过程。请注意观察，上颌两侧必须曲正在缩小。同样，也将下颌浸泡热水。热水浸泡后，可以观察到下颌两侧必须曲已完全关闭，下牙弓中线已与面部中线一致，上颌必须曲也缩小了，但中线尚未完全调整过来。再次给必须曲加力，然后将 tap down 它浸泡到热水中。可以观察到上颌两侧必须曲已关闭，切牙明显向实侧移动了。现在是上下颌均经浸泡后的情况，上下颌中线已对齐，并且与面部中线一致。观察上颌颌面，与加力前相比，间隙明显缩小。从侧方进行观察，上颌弓丝上的铜击扎钩与夹齿管已经贴接了，弓丝不可能再向远中方向移动了，需要重新调整击扎钩的位置。拆去上颌牙齿上的击扎丝，取下弓丝，请注意观察用细丝钳拆方式的方法。使用初丝切断前剪去铜丝钩，然后将残余的汗银打磨干净。使用转距形成前将弓丝弯直，
在原外展弯的近中2毫米处给公司做标记。然后重新弯至磨牙外展弯后倾曲末端内侧弯。弯置的方法及度数要求与前面的一样。重新焊接同式结扎钩，将公司结扎到牙弓上，继续将切牙向实测方向移动。先结扎切牙，再将同时结扎钩与夹齿管结扎在一起，给必须曲加力，最后结扎尖牙与前磨牙。然后浸泡热水，模拟患者牙齿的实际移动过程。经过几次加力后，我们发现上下颌切牙有点直立，唇舌向倾斜度不正确。将公式拆下来，给切牙加正转距。给切牙加正转距，既可以前夹必须曲的远中，也可以前夹必须曲的近中。实际观察 tap down 发现必须曲已压迫牙龈，故前夹必须曲的近中，给切牙加正转距。转距加完以后，公司后段两侧应该平行。
可以清楚地看到血压区正转距已明显加大。磨牙后倾曲的度数应与以前一样，将调节完毕后的公司装配到牙弓上，继续将切牙向实侧移动。现在让我们观察一下切牙向实侧方向移动结束以后的牙弓形态。正面观察，上下和牙弓中线对得很齐，并且与面部中线一致。从侧方进行观察，切牙的唇舌向倾斜度基本正常，上下和尖牙为一类咬合关系，磨牙也是一类咬合关系。这一次的尖牙关系为一类，磨牙关系也是一类。观察上颌颌面，牙齿之间已无间隙，但是中切牙与侧切牙的唇舌相关系不好，侧切牙偏唇舌。观察下颌颌面，两侧第二前磨牙稍偏实侧，再从正面进行观察，发现上颌两个中介牙排列的不太自然，远中角低于颌面。到这一步为止，矫治尚不能算结束。为了进一步将牙齿排列美观，建立理想的咬合关系，现在让我们进入矫治的第四步，理想弓的完成阶段。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理想牙弓形成的目的，一就是要使牙齿达到理想的位置，二要使上下颌牙弓更加协调，三要建立功能良好的牙间交错咬合，四要关闭牙弓内的全部间隙。为此我们将理想弓的完成划分成两大步骤，一是理想弓形成前牙弓的进一步整平，二是理想牙弓的真正形成。理想弓形成前牙弓的进一步整平的目的是，一将第二磨牙纳入牙弓，为形成推的颌做准备，二使侧切牙尖牙处的接触更紧密，三为理想弓时的顺利入巢创造条件。理想弓形成前牙弓整平操作要点是，一在第二磨牙上装配带环，夹齿管的位置与第一磨牙上的相比略偏颌向，二使用0.4毫米的不锈钢丝在侧切牙的远中弯至欧米伽曲，三在第一第二磨牙前均应该给弓丝弯至后倾曲，四在前牙部进行垂直牵引，依据患者口腔内的具体情况，辅于二类或三类
河间牵引。拆除逼息方式以后，我们发现下颌两侧侧切牙的远中均有一点小间隙。前牙为浅浮颌，上颌第二磨牙已经萌到正常高度。下颌第二磨牙也已萌到正常高度。首先给第二磨牙装配带环，用托槽定位器确定夹齿管的位置，夹齿管的高度应略小于3.5毫米。因此在设计划线时，定位器应该稍向颌向倾斜。然后再画出夹齿管近中端的位置，取下第二磨牙上的带环，准备点焊夹齿管。在这里再讲一下常用的夹齿管的类型，这些是临床上最常用的夹齿管。左边这个用于上颌第一磨牙，它有一个细方管，一个粗圆管，中间这个用于下颌第一磨牙，右边这个用于上下颌第二磨牙，左边及中间这两个夹齿管夹盖可以被去掉，而演变成特殊的托槽，这就是上下颌第一磨牙上夹盖已被去掉的夹齿管。第二磨牙上的带环也已装配好，选用0.4毫米的不锈钢丝，先弯至 A 区第二磨牙前方的欧米伽区，欧米伽区的近远中均为锐角。将公丝插入第二磨牙的夹齿管中，在第一磨牙夹齿管进入2毫米处给公丝做标记，弯至一个停止曲，夹住公丝的前磨牙处弯至前牙段弧形，在停止曲上夹弯磨牙外展弯，将公丝装在牙弓上比试，停止曲与第一磨牙夹齿管应该贴接。
在赤切崖与尖崖之间给公司做标记。取下公司在该处弯至欧米伽区，将公司再次装配在崖弓上比试，并在 B 区赤切崖与尖崖之间做标记。取下公司再弯至一个欧米伽区，再次将公司装配在崖弓上比试，在 B 区第一磨牙夹车管进中两毫米处给公司做标记。取下公司弯至停止区，在停止曲上加弯磨牙外展弯，将公司再次在牙弓上比试，在 A 区第二磨牙夹齿管进中两毫米处给公司做标记。取下公司弯至欧米伽区，减去过长的公司末端，对公司进行弓形调整，特别要注意尖牙部的凸度。在模型上比试公司的宽度，并且在第一和第二磨牙前给公司各加10到15度的后倾曲。上下颌公司弯置完毕后，一定要注意形态的协调，在切牙区下颌公司偏10次1毫米，在尖牙区下颌公司偏10次1.5毫米。从后倾曲向进中，公司应完全平整，将公司进行去应力、增强度、加热处理，末端烧红退火。从一次第一磨牙至另一次第一磨牙做八字形结扎，
然后将公司装备在牙弓上紧紧地结扎。将平直曲与第一磨牙的夹齿管结扎在一起，防止拔牙间隙重新散开。这是上下颌弓丝结扎完毕后的情况。请注意观察，上下颌齿切牙、上下颌尖牙接触的不太紧密。同时，由于在第一和第二磨牙前均给公司加上了磨牙后倾曲，为了形成退的咬合，必须在上下颌齿切牙的远中的欧米伽曲上悬挂橡皮圈进行垂直牵引。在上下颌前牙部的欧米伽曲上挂橡皮圈，然后将 tap down 的浸泡热水，浸泡热水以后，我们发现上下颌齿切牙、上下颌尖牙的接触明显好转，前牙的腹合也比以前稍大一点。从侧方进行观察，上下颌第一磨牙只有近中间彼此接触，第二磨牙的近中间和远中间都不相接触。这一次也是一样，第一磨牙只有近中间彼此接触，第二磨牙近中间和远中间均不相接触。上颌齿牙远中角应低于颌面，
从实质面进行观察，上下颌后牙的颊舌向倾斜度还不太理想。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主动矫治的最后一个阶段，即理想牙弓的形成阶段。理想牙弓形成阶段的操作要点是：一、使用方形弓丝，在弓丝上要体现三个序列弯曲，转距所加的部位、方向和量应该依据口腔内的实际情况来定。二、依据具体的咬合情况，在前牙段和磨牙夹齿管前焊接同时牵引或及炸钩，进行垂直、二类、三类或斜形颌间牵引。三，在这一步特别强调上下颌弓丝形态的协调。第四，弓丝的结扎应该紧密而牢靠，上下颌均选用0.018×0.025英寸的方丝，在上颌弓丝前牙段加10度的正转距。将弓丝卡入相应的槽内，弯至前牙段弧形。取出弓丝，调节宽度。并且使切牙部稍扁平一点。标记正中点。将弓丝嵌入切牙凸槽的槽沟内。在齿切牙的近远中做标记。取下弓丝，用转距形成前夹住齿切牙近中标记点，左手食指将远中段钢丝向外推，拇指将近中段钢丝向内压，形成上颌齿切牙的内收弯。在这一侧用同样的方法也形成齿切牙的内收弯。前夹齿切牙远中标记点，弯至尖牙腕展弯，先紧靠前喙将近中段钢丝外压，然后远离前喙将远中段钢丝缓缓地向内压，同时缓缓地向远中方向移动前喙，每次约0.5毫米。将弓丝再次嵌入凸槽的槽沟内，在前磨牙与磨牙之间给弓丝做标记，取下弓丝，弯至磨牙外展弯及末端内收弯。
然后将公司装配到牙工上。在第二磨牙的近远中给公司做标记。第二磨牙的近中、远中，取下公司前牙正中标记点，判别转距的方向，弯至前牙骤挺弯，将前会近中及远中的公司下压，压向龈方，在前牙次前牙近中标记点上台近中段钢丝，下压远中段钢丝，这一次也是一样，上台近中段钢丝，下压远中段钢丝，然后再给公司加弯十 piece 曲，从尖牙处向远中用手指给公司加十 piece 曲，在第一磨牙前加后倾曲，第二磨牙前也要加后倾曲，调节公司对称，在模型上比试宽度。下颌同样使用0.018×0.025英寸的方丝，公司的前牙段不加转距，将公司嵌入切牙托槽的槽沟内，在尖牙的近远中以及第一磨牙与第二磨牙之前分别做标记，弯至尖牙外展弯、前磨牙外展弯、磨牙外展弯以及末端内收弯、后倾曲、反十 piece 曲等，这是上下颌公司弯至完毕后的协调情况。从侧面进行观察，上下颌公司上的十 piece 曲以及反十 piece 曲清晰可见。在尖牙的近中以及第一磨牙的近中分别焊接同时牵引及扎钩，这是同时钩焊接完毕后的情况。上颌尖牙近中的牵引钩可焊接成交叉状，焊接完毕后将末端弯向近中方向，下颌尖牙近中以及磨牙近中的同时钩可焊接成贴接状，同时也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上颌切牙区弯至了骤挺弯或艺术曲。这是将放理想公司击扎到牙弓上后的情况。仔细检查，我们发现上下颌牙弓的中线对的有点不齐，下颌牙弓的中线稍偏 C 区一点，上颌牙弓的中线稍偏 B 区一点。上下颌齿切牙的接触虽明显改善，但仍不太紧密。前牙覆盖稍大一点。上下颌齿牙唇舌向倾斜度尚需进一步完美。现在在前牙部悬挂橡皮圈进行垂直牵引。
C 区前牙进行斜行牵引，调整牙弓的中线。AC 区进行二类合间牵引。BD 区也进行二类合间牵引，改善前牙的覆盖。这是橡皮圈挂好后的情况，然后将 Type Down 的浸泡热水模拟患者牙齿的实际移动过程，做最后的微细调整，保持一年以上后全部矫治方可结束。